先生。你们知道我这个吗？太帅哥。哦，彭丽旭。啊。Baby。就这样。哦。もうだ小孩子ダメダメダメてかし RO 先人传说勝負四半だ愛情だ天地集合シーバー如果自己的话 HP 恢复所以今天的计划是我们要挑战是三四が天地集合シジェス氏、軍リコプーズオだ。リコ氏、ゾー料理だ YouTube。ウェイラ、ダーウェイワンダオメ、ゾージェアンだ。天地集合氏、シェシェ、リコ。看起来这个很漂亮吧？哎，真的做的吗？不相信リコ的话，一定要去看リコ的频道。那挑战开始吧！先我自己。跟游戏里完全一样耶！哇，好甜耶！里面是红豆，这个外表是柠檬口味的，甜味跟酸味很搭呢。嗯，吓到了！跟里面有苹果黑的麻吉跟蓝莓，里面的麻吉口感超好耶，真的用心做耶！里面有不相信人类的标志耶！我相信リコ，那我不相信你。当然是我们啊！啊，你们试试看，不一样的感想嘛，这个。就想想吧。哇，好喝！试试看。很期待耶，不一样的感想。尖酸又好，果然是大胃王，很好的动作。大胃王需要动作吗？哦，对对对，这个表示好吃的意思啊，这个好吃的意思。嗯，对。这是超级新的日本甜点的感觉。嗯，开动。这个好特别呢，外皮的巧克力的部分有点脆脆的，然后里面的红豆是。软软的，然后就是好像很甜很甜的东西，其实吃起来没有那么甜腻的感觉，我觉得好吃。然后这个上面有桜餅的那个，嗯，有点咸，但是很香，很厉害呢，鲜甜爽。哦，嗯，已经吃完两个，很快耶，因为很好吃。那下一个口味，白色的。这个里面是绿豆馅，我试试看。哦，这个比较像日本的和果子，因为有马龙的味道，这个也很好吃。那我也可以试试看绿豆馅吗 ？Sweet potato 的那种。嗯，我也比较喜欢这个味道，很适合现在的季节吧。两个，你们知道 RO 先进传说守护永恒的爱吗？不知道。你们知道 RO 吧？在日本很流行。那个的手机游戏吧 ，MMORPG 类型的手机游戏。RO 是那个很漂亮的画面哦，电脑上面 online 的很漂亮。对对对对，哎哎，老人老人老人。这个手机游戏耶，角色跟画面是 online 版本，非常相似，还有保留装置卡片、表情符号、汉字娃娃的特色，很好玩吗？很期待呢，真的喜欢。你有玩过吗？当然哦，高中生的时候吧，网络上有很多朋友，真的在网络上很受欢迎，所以我每天一直玩 RO。在现实的世界，你有多少朋友？应该网络有很多的话，现实也很多，羡慕呢。这样的高中生生活，另一个朋友，因为我是这样的高中生，一起读书，村上君吧，我不是，村上君，一起去板球吧，哦，很好的，很好的，你也去吗？你也，公布耶，不要打我。不是这样，太夸张了。我一直读书，没那么多朋友。但新出是 RO， 一边读书一边
用。对哦，高中生的时候真的聪明的学生。我高中生的时候呢，有点酷酷，但很好的回忆。没关系，三爷，刚刚说阿鲁手机版本也可以玩，这个意思是每个人都有手机，然后一起玩。做朋友的话没问题吧？一起玩阿鲁守护永恒的爱吧。啊，有啊，我也有啊。你也一起玩吗？我也一起玩。那继续吃吧。很好吃呢，但是这个不是这样吃啊。游戏里面的话，没有 HP 的时候就吃的。现在的你们控制了，有惊险的。啊，上起来了。到大学生的时候，同学面前脱衣服，然后现场很尴尬。哎，三爷。然后大家这样，哎，他醉了吗？这样很傻眼的。醉之后也那样不行吧？大家休息。我知道，这样的时候怎么办？对，有天地虚国师耶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吃！不要吃了，不要吃了！哇，太好了！有惊险的变态哦！三爷，你可以换位。哦，好好好。哦哦。哇！也很不好啊，白石中啊，小米怎么样？耶，大耶，大石中打出来耶！对耶，这样的时候用这个，大米拿这个摇一下。果然厉害呢。那我普通例子。三爷，看看，这个是パンダ西方だよ。看。跟本人完全不一样。谁呀？这个在七剑山有趴倒上吗？哦，难过到身体累了。就这样，那个舒适的照片，不是这个吧？果然没有照过哎，我们没有想象这样的结果哎，对不起。我回来了。要给我吗？哎，呀，不是不是不是。现在要吃，他吃这个变成超级欧三爷。什么超级欧三爷？很好的，这样的人应该很多人讨厌的类型。没有惊险比较好。对对对，我们真的有惊险耶。对对，不只是这个。为了庆祝阿欧所有一周年，这个月开始有一系列惊险活动，还有一周年阿欧跟蛋黄哥有联名活动。是什么样的活动呢？蛋黄哥会有丰富的造型，像是可爱的 baby 蛋黄哥庆祝蛋黄。蛋糕蛋黄哥等等的会在阿罗世界中现身的，还有限定活动蛋黄哥原优惠，蛋黄哥浪浪考验，哈尼日游乐园，这些人物等待玩家在挑战，还会有蛋黄哥的限定卡片和装饰，这样很好玩吧？一起玩吧！等一下，不要玩，现在不行。对，不要你也偷偷下载耶！不要这样，你们有更多惊险的话，一起玩游戏吧，这样不好。你一个人吃吗？你好吃的东西就分享大家就好。台湾的朋友们也有点累吧？所以我们要带去外面吧。那走吧。来了，谁了？看看啊，今天下雨，大家的表情也好像没有惊险耶。啊，我们要送天地虚过去给大家吧。你好，你好，今天有惊险吗？本来没有惊险，看到你哦。啊，看到残影，没那么有惊险对吧？好。那我送给你礼物，当当当！你知道这个吗？阿罗守护永恒的爱里面的天地虚果实。如果你吃这个的话，你的 HP 恢复四十个。还不错了，这谁做的 ？YouTuber Rico 今天特别给你，因为现在是阿罗守护永恒的爱一周年，恭喜 ！OK。你好，今天身体怎么样？
有没有惊险？我担心你耶，给你这个 RO 收复永恒的爱里面的天地是五七，那是这个。好好吃啊！哦，很多人耶！哇，你们好！呀，不过他们是超年轻的人，更有精神，比较好耶。原来如此，这个是 RO 守护永恒的爱，手机游戏里面的天地是五七，是这个的话一定有精神。一个人一个，特别活动，因为现在一周年，日子干吧！啊哦。味道如何？美味しい。お、里面看起来更有精神的。再一次打招呼可以吗？里面好，你好。変異体だ。コーダーアード部門金田親。你笑什么？ああ、你也是吗？現代、いえいえ。你好，你好，你们知道 RO 守护永恒的爱吗？不知道。哇哦，那应该吓到吧？就是这个天地四国师。哦，对对对，今天在现实也给你。是这个的话，有惊喜，恢复 HP 的爱。你好吃。哇、哦，厉害耶！你呢？你怎样？哦，跟游戏你一样吗？太好了，三元加油！谢谢。你好，加油！你们知道阿罗守护永恒的爱？知道。如果你是天地是国师，会有惊喜，恢复 HP。你现在的 HP 是几帕？30%。这样不好。来，给你这个。哦，重心为你现在的 HP 是几帕？90%。好吃呢。太多啦，很有效果耶。好，拜拜。你爸爸。给你们 RO 守护永恒的爱里面的爱是这个的话有惊险哦，试试看，好吃。你好，给你 RO 守护永恒的爱一周年，你也吃，试试看，好好吃。你好，嗨，现在是 RO 守护永恒的爱一周年，给你们试这个的话有惊险，嗯，好吃。羡慕耶，我也想要金线，可以吃吗？你已经有金线吧？没有，可以吃。好，这是真的好吃呢，台湾的大闸蟹有金线吧？他们的 HP 多。意外吧！今天我们吃的天地守护士是リコゾ。如果你们想知道天馬座出来这个的话，一定要去看リコダ频道。然后现在RO守护永恒的爱一周年了，大家赶快去下载哟！如果喜欢的话，按赞、按订阅、按铃铛，还有按分享影片，我们的 ID， 还有演唱会高兴。